真正是迷宫，已经无在这个世界的迷宫。有影无？我是不是神机妙算？真正我讲着，娘啊，天公伯真正补上你一份礼物啦！妹，有喜，这是上好的消息。咪姑无事，而且一定来神姑边，咱以后会当好好照顾伊，陪伴伊，关心伊啊。阿伯，姐夫，请你原谅我对咪姑造成伤害。我保证以后我会尽全力弥补我伤害兄弟。是嘞。哇哦，你莫安尼，我完全会当了解哦，你当初是的无奈哦。不管当年你来了解目的是啥？难怪最后你用你的行动感动了我，让我本来对你是就有偏见的，但不过最后我是完全接受你。也搁有，你嘛在阮安姐的人生当中，可以留着上美好的回忆啊，对不？唔那安尼啦，虽然你唔是面具，啊，我也是准你来哦。嘛，都啊！我真侪温暖甲支持啊！我真正拢原谅你啊啦！啊！我今晚我要去找明姑，甲讲这个好消息哦。哎，等来，明姑都还袂精神呢，像你今晚讲那欢喜啊，伊嘛无都对你欢迎。无，至少当时会当先甲揽一个啊。无啦，你先听我口话讲完啦。啊！你是要讲啥？紧讲啊！是的，哎呦，啊！拢什么时阵啊？你是咧心里什么啦？当年我一心要报复你，我跳过温华米姑无死这个事实。这害恁爸仔囝，到即马才发到收哩，真正是嘞。你莫安尼讲。最是哦，那不是你甲咪姑安尼捡当去饲，咪姑真爱死。安尼算起来，你嘛是我另外一款的温情人啊，对不？也够有啦。这边哦，我要找信贤的信息，你嘛是尽心尽力啊。最后，我今日找到咪姑安尼，你根本就弥补我，咱两个兄弟也好无相欠嘛啦，哈。咱无少欠一句话，对我来讲真足重要。阿弟，恭喜！我真正真心替你感到欢喜。妈，安尼啦，你细心细心。你无代志啦吼，我看无恁辛苦啦，较免破坏着恁爸仔囝团圆的气氛。佮安怎讲，当年嘛是因为我的想法，才让明姑的人生产生这么大的变化。我惊伊一时嘛无法度接受我这个他妈。袂啦，妈。根据我对信贤的了解，伊绝对袂安尼想你的。
而且这段时间呐、啊，恁安尼这么照顾伊，我相信一定感受会到恁的真心。好、哦，是阿妈，那不是因为你伫桥顶，甲明哥的手又甲安尼红，明哥的性命，我无可能来救倒转来啊，伊袂甲你计较啦。明啊，你卖阁执迷你家己啊啦。想要模仿袂了，若要认真讲起来哦，咪久的顶半世人会过到这么飘逸哦，那嘛是我起的风啊，对不？就是因为我做唔到代志，咪久才着爱安尼替我去承担这个错误啊。所以，我嘛已经做好可以怪我的心理准备啊。啊！你心内若真正袂得过，咱做伙来去，请伊原谅咱，咱把咱的心抛开，真心来接受伊，啊，咱来做伙带伊回来咱老家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呀。咱做伙哦，来看咱的后事啊！我是谁啊？咪姑，我是老咪姑啊！你想起来，你就是咪姑啊哦！紧，紧替我找文雅、清月、阿公、老阿伯，不是，是阮爸，紧找因过来，我要甲因讲这好消息。安尼真好呢，因为阿伯嘛怀疑你就是咪姑，已经去验 DNA 啊，伊等下摕到结果，伊一定会足欢喜的。啊！你即马嘛恢复记忆啊！等你因过来，你就会当直接小李团圆啊！你总算回来啊！你总算回来，我是苦命哦。不管来过，别叫人是不是真的，不管我的哦，特别关心你，特别感动，真的是得行了。你哭，真的是没办法对好事也爱。你哭啊！是的啊，闺女哦，我你过家的真辛苦，是的，是的，爸，啊，你。你给我救出去啊！啊，爸，爸，文轩呐，文轩呐，文轩呐，我来，这条是我爸爸包条条的哥哥。这条温暖，这条温暖，我来，我经过这些困难，都是天公伯来送我这款大礼。我这个温暖的家，这个善良有爱的情人，我来，我这条幸运。
我不是一个无名无姓的人，我从小当用米粿生活，生活落去。是是是。是你就是米姑哦，你哦，你就叫做罗文轩呐，啊，你就是我罗家的家孙呐，知无？啊，未曾宣变作罗文轩啊，也该个鲁孙给我听，恭喜你，客妹，是是客妹对无？我想起过去一切啊，客妹，你想着应该拢是好的啊。客妹，除了你以前，天公门亲啊，连我甲怕。伊话拢是假的，无路的，你是要落跑阮囝啊？管家啦，你遐无办哦，都唔正常。啊，囡仔若无讲，变哪正人？你哦，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今仔日哦，我心情好，无要跟你计较哦，我立刻再跟你算啊。哎。小雨，小雨，恁两个是安那欢喜个，话拢讲袂出来，啊，无紧过。我希望咱三个永远会当快快乐乐。因为这会一个都不能少，对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对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小雨，我回来了，哎哥哥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对吗？米姑，是嘞，那不是因为我妈饭菜好，改过认识我，你妈要喜欢你才好。伊拄个工作是有新鲜的特色，甲你利用当作伊真快锻炼肌力。伊甚至甚至怀疑你的想了，为什么甲害死？美姑，我真正不知道应该安怎甲你赔罪。不要，你莫阁自责。方才是爱所作所为，跟你无关系。而且，我顶多爱感谢伊的小贪甲自私，那不是伊，甲我认作是你。我迄个时阵，一直较紧嘛，可能也是一个倒伫遐袂顶袂当的植物人，所以你嘛是我的文灵。哎，是啦，虽然我这条诶。放弃二十几年啊，不过以后我一定要甲你低调调做伙到老。这是你讲的哦，不要阁骗我哦。大哥哥。